冲冲，要十位哥冲。暴龙抱抱你，这感觉不像惩罚。抱住你的头，对，然后呢？先套一个就好了。然后猫会把气球放在那里面啊，好酷哦！好，好，来，你们这边派一个那个筷子手出来，来来，立宝弟，宝弟，你报仇的机会来了。哎，这是他们的这个，这是他们工具而已。哎，你好适合用这个。你们是想说这个？这个耙子。我先问，我先用我。好，这个。宝弟，我来拿啦，你去踩啊，你要报仇的呢。我是踩，我应该踩两秒就报仇。不要踩坏，来吗？来。好 ，OK。就是我要远一点，不然我也会被报到。慢一点，什么叫凌迟？对，他昨天凌迟你呀、啊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好恐怖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大声，好可怕吗？啥？哎，好了，啥？哎，那个啥？啥？哎，那个啥？啥？啥？哎，黄小柔，请准备。小柔，你来，我没有，不忍心，我不忍心。不忍心，我恶心。哎，给你们拿，我不忍心。我还有三个小孩要养啊，真的蛮大声。来吧，这比较重。开始，好哇。慢点满脸抹茶香，好一边，哎呦，对，一边，不要呼吸，不要开嘴巴，不要张开眼睛哦。好，他很会凌迟啦，凌迟啦，好酷，冲冲，要十位哥冲，好 ，OK。来，我帮你拎出来。绿色是谁啊 ？Fiona。好，可以的拍。Fiona。Fiona。OK。哎，我今天的造型蛮适合。好了，达达。哦。惩罚无效，你就要。好像有两分。定中。好 ，OK。现在再来，各位，要还有啊，要公平，要公平，因为现在决战嘛，两位男生。啊。先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好，来 ，kit， 石头布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同样的，可以，好，两位女生，阿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在这个时候有机会为团队拿分，疯狂黑白键，一百键，黑白键，男生搭配。黑白翠，好，麻烦那就是你了，好 ，OK。黑白翠，男的配，好 ，OK， 那就是你了。